紧张。你太多强的，你可以跟我们说你刚第一套，他刚第一套是白色小礼服吗？对。然后第二套是红白条纹的洋装，然后到第三套现在这个是一个帅气的苹果套装。嗯。那我想请问你，刚这一套魔术，你总共排练了多久？其实我们才排练了一次而已。你才排一次？刚刚彩排而已。好啦，我觉得喜欢瑶瑶人真的是有道理啦，因为瑶瑶真的就是一个外表甜美可爱，然后又非常聪明的一个女神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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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是第一次就是做这样的表演，其实我刚超紧张，刚刚我在里面听到外面的人一吼，你知道吗？我失魂都飞了。好啦，而且其实瑶瑶是真的，她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，她不小心两件一起脱。哦，对，可惜你们没看到，哈哈哈，她刚成功了，不然就可以看到她一次脱完的画面。但她真的是很厉害，就后面就跳舞了，就没办法走。她第二次马上排练就成功了，我们再次帮瑶瑶鼓掌好吗？真的是太厉害的魔术了。那瑶，我想请问你一下哦，刚刚你好像除了衣服不一样以外，你的眼镜其实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我换了两个不一样的镜片，但其实正确的戴法啦，你只能就是这个。哦，你现在这个是你原本的是眼镜？我原本是眼镜，对，就是，哎呦，这样子是，然后你可以换各种不一样的。瑶瑶现在戴的这一款是绿蓝光镜片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我超爱这一片的绿蓝光镜片，因为现在真的很需要，因为其实现在3C产品这么发达，然后对于眼睛其实是有蛮大的伤害的，对，然后加上我们又爱看手机，又爱玩电脑，又爱看电视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绿蓝光眼镜应该全家大小每人一只，就是从小孩到大人都需要，或者是你可以买一只眼镜，就大家都有各一只，有没有？然后镜片就轮流戴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只眼镜的镜架 From Switch 它的设计是它里面就有内含磁铁，所以呢你只需要把你这个前框轻轻的像瑶瑶一样往上面粘，这是同一款吗？就好了，耶！对，而且它还有四种前光。瑶瑶刚刚戴的这个是一个是绿蓝光前光，绿蓝光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现在很需要，我们现在任何的3C产品都有蓝光的阻扰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用这个镜片来降低它的伤害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墨镜彩色镜片，对，彩色镜片就是现在夏天每一个人一定需要的。你知道我以前夏天是不戴墨镜，因为我觉得墨镜好黑哦，我其实喜欢亮的，对。后来我发现你出外景不能不戴墨镜，因为太阳光非常伤眼睛，而且是那种会就是眯眯眼睁不开，所以墨镜一定要必备。而且现在也无法让阳光直视你的眼睛，就是对眼睛是非常大的伤害。最好的就是你知道，你可以不用戴很多只眼镜出门，你只要戴这样子镜片就好了，你就有三个。